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奇闻共赏哦，这个就是民进党他们的讲法啦。我们看一下，一个一个看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哦，不用再介绍这位哦。好，你看，你看，哦 ，OK， 哦，这个就是他的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讲法啦。 哦，那我今天我们人民，我不想听这个，因为这个就叫做说法嘛。我们今天想听的就是你把合约整个契约内容公布出来。哦，那很好笑的一个东西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哦。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概念的，好不好？首先，政府的标案到底怎么接？ 我们也请农业部提供嘛，就是我们人民想学接标案嘛。你们接标案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叫做层层把关？什么叫做层层把关？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哦？你们很谨慎。这个层层把关是怎么把关的？既然公司的仓储运输、公司的资本额、公司的实力都不用出来解释，那 怎么样进口蛋？是不是我们只要找到蛋源，我们都所有人民都可以去跟你标这个案子？所有人民就是标这个案子。哦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聊天室有一个侧翼，他讲的，整天要人家公开财报明细，那可以请馆长您公布你便当的材料明细吗？看有多像是真的只赚3%吗？首先， 我跟你解释一下，但是要先把你 ban 了，再跟你解释哦。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位太无情了，大家往上刷。我先把他 ban 了，我再跟你解释哦。好，我的公司叫做私人企业，私人企业呢用的是林北自己的钱，政府用的是人民的钱。 你这样的护航太低级了，就像你的钱，你要怎么花，你家里面你的账怎么样，我无从过问，因为您是用您的钱，您是用您的钱去开公司，做的是自己的生意。 我是老板嘛。 钱是我出的嘛，我来公司跟会计讲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个账怪怪的哦，来把所有报表拿给我看。那会计要回我什么？是的，老板，因为我是老板嘛，回给我看嘛。啊，那在选举的时候，政治人物常常会说，人民啊是政府的头家，人民是出钱的嘛。 所以人民是老板嘛，那老板要看账呢，你不给看是怎样？你用我的钱，我当然是有我自己的里面的一些，我不用交给人民，我用我自己的钱，为什么要给你看？ 我做成功了，我做失败了，我自己的事情啊。内裤会补啊，会补新的。谢谢750块的抖内，谢谢兄弟，谢谢你啊。那你一直说，你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大家只要政府标案都不用查，我那政府要玩了啊，那政府爱怎么做怎么做啊，政府爱怎么做怎么做啊。 你怎么会去监督私人企业呢？你怎么会去监督私人企业呢？我们再讲一个实在话啦，政府监督人民也不是没有监督啊。你们该要不要缴税？你们大家要不要报税？都要报税，都要缴税。我们如果不报税、不缴税，我们会不会被罚？会。那反之， 那政府呢，会不会被罚？不会，这个更扯淡的。你政府会不会查我企业要不要缴税？会啊。我企业要不要提供资料报税？要啊。他会不会查我的金流？会啊。我先跟你报告一下，政府是会查的哦，不然他逃漏税怎么抓到？这反过来啦，不用我公布，每一年时间到了，我们都要报税。你有问题的，政府就来追杀你了。中华民国万万岁！聊天室同意打同意来，大家都知道吧？你不缴税看看，我反之啦，我们的人民所有开的公司都被政府监控。你就算今天不开发票，你2个月就要缴一个营业税，有几千块的，开摊贩的、开早餐店的，还是要缴税，叫做免用统一发票章，每一个月都要跟你收一个税额，有没有？来聊天室有没有？来有没有跟他讲一下啦？我们缴税，我们开公司，我们1毛都少不掉。我们个人的收入都放在银行，都有这个汇款证明，我们也跑不掉。我们不用公布啊，我们跑不掉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根本不用公布。你赚多少钱，你开一张发票，你都跑不掉，我们都跑不掉。不好意思，我便当店有开发票的哦，我的健身房也有开发票，我建商也有开发票，我跑不掉。反而我们民间的企业才是你所谓的公开透明，我们当然会拉水啦。包括聊天室的所有人，每一年5月份到了都要报，不报你试试看，不报你就收到一大堆什么催缴通知书啊，什么报税什么你怎么没有报啊的一些凭证，你再不报你就要被罚钱，谁敢不报？谁敢不缴？谁敢逃？1块钱都跑不掉。你去买一个 7-Eleven， 你去加个油，你只要一出门了，你都在缴税，你花的每1块钱都有一部分的金额要缴到政府去。反之，今天我们要政府提供详细的资料的时候，我们要看，结果都看到这种文章。这样的文章，哦啊，你讲那么多没有用啊！讲那么多，这么多，我就问，我没有看到数字啊！大家存疑的点，就像光电、绿能，我接下来就要打这个，请台电提供一下所有跟公司的所有的合约书，让人民来做一个检视。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讲啦，台湾的法律，这就是我未来希望下一个4年，希望我们立法院可以通过这些法律、这些法条，就是说未来我们无论是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，所有的支出花的任何1毛钱都要公布在网站上，都要有备存，都要完全透明公开，让人民下来检视。你做这个标案花了多少钱？里面用的料是什么？我们都要看。可是我跟大家讲，看不到。所以我们要修法。这条法是保障我们人民的纳税钱，每1块钱都花在刀口上。但是我跟大家讲哦，目前政府可以不公开，他没有违法。这是 bug。这就像说，为什么馆长跟黄国昌7月16号我们在凯道上面有一条叫做，大家一定有印象，不法官说罪。台湾没有不法官说罪耶，无论是国民党执政，后来换民进党执政，民进党当年也说要立啊，换他们执政之后不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法官说罪。是所有的政治人物赚钱的第一个最基本的。什么叫不法官说罪？什么叫不法官说？你有人被警察抓到了，哦，来拜托，好啦，我给你巧啦。你有人被起诉了，好啦，我进去跟法务部巧啦。就算你今天被抓到了、哦，你有帮这一个人讲话哦，哎，瞧这呀，瞧什么缓刑啊，瞧这呀，外役监呐，我跟大家讲哦。以目前的罪责来说，政治人物没有不法官说罪，是无罪的，这扯不扯？全世界先进国家哪一个没这条法律？吹哨者保护法跟所谓的不法官说罪都有吧？台湾没有。啊，这些立委的馆长，啊，这些立委怎么还可以？这样很扯欸，对啊，这应该赶快修法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修了，我们也去凯道上面抗议了。他们只回答9个男生一个女生 ，A4 纸小女生。凯道游行人好少，你们大家听了愤不愤怒？没有人愿意面对我们提出来的问题，我就讲这个就好了嘛。当然，这个采购法本来就要透明公开的东西，他们可以选择不公开，就像高端，就像绿能，台电也不公开。我就问你，不要废话讲这些啦，车一家都在洗这些东西，不要讲这些东西。今天你只要透明公开，把所有的资料交出来。来，我们签约就是这样，价格都在这里，合作契约就在这里，通通给全民做检视。你敢不敢？还有金流，你钱怎么给的？这条钱最后流到哪里去？交金管会查嘛？你资料公布了，你钱汇到哪个户头？我们都可以查这个金流谁领出来的啊？钱呢？钱呢？你洗钱哦？钱在哪里？为什么不敢公布？我可以100%跟各位保证，这间超市是怎么做的，我可以跟大家保证。以我做公司啦，相对对公司的了解啦，他为什么不敢公布？一公布就有金流，一金流就死了。我可以追这条钱啊，我可以，政府给你5.7亿。钱的流向，你公司是一个50万资本额的，忽然有5.7亿的钱，这钱跑到哦，这跟着1.75亿，1.75亿啦，它占60%嘛，5.7亿的60%啦，我是不知道补多少亿啦，政府在讲，我也不信啦，你把它公布，我看他拿几亿，钱去哪里了？我敢保证，只要他扯约钱去哪里了，银行从哪里汇进去，钱我们去追，他分别汇给谁？就出事了，就出事了，马上出事。这些钱的流向一定很奇妙。那为什么他们不敢公布？现在各位知道了吧？第一个啦，他们的契约一定是一个不平等条约，大家看了一定会骂，所以他不敢公布。第二个，它里面一定是有蛋的价钱，大家可以拿出去比，比价去搞不好比人家贵，他不敢公布。第三个就是这个金流，一查下去又变成光电绿能了。哎，怎么后面都是民进党在做的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又是民进党的谁？所以他现在为什么不敢公布？你不要废话那么多嘛！你不要废话那么多，你就把账目公开出来，让大家去检视，金流公开出来，契约公开出来。其他讲什么我都不听，你现在讲这些东西都是说谎洗地，说谎洗地而已，好不好？工商普查查水表，我就不想跟你辩了。这个东西我也讲了，在我的聊天室讲了。工商普查有每年都普查的哦，有连续7年中7年的哦。你没有做过公司，你没有在那边做过那么大的公司，而且全台湾全中，哎，他那个叫抽查，我是全中啊！你跟我讲哦，馆长工商普查哦，啊这么爱普查我，啊就普查我，你不要来跟我来这一套了，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身份，大家都想来找茬。有没有人开一间健身房，我连装潢都还没进去，新闻就知道了，就大肆报道了。台湾领补助的人那么多，你去问建工补多少啊？你去问沃俊补多少啊？为什么只有我被抓出来编？都公布啊，都公布啊！每个集团都公布领台湾人多少，领比我多的哦，至少超过几千家公司，大财团的比我多的，都公布嘛。别人为什么没有公布？我的被拉出来公布，大家想一下。走私叫做超买，能源政策叫做台湾的未来反核，买蛋叫做帮人民解套，这样未来谁敢帮人民做事？大家有没有看新闻？有吧？今天民进党出来说，这样未来谁还敢帮台湾做事？我敢啊，我们都在帮台湾做事啊，每一个人都在帮台湾做事啊。 这叫做什么？恶心！你今天来跟馆长买个电商，想象一下，你买了3000块，来了一双袜子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为什么3000块只来了一双？一双还是一双袜子？这时候你打电话来电商，你说为什么？我们说。 不好意思，以下我们这段话，你购买的订单属于我们公司的哦，企业我们申请了保护法，我们不能跟你说啊。可是我买很多东西啊，为什么只来一双袜子？哎，你把订单跟发票拿出来，先生，我们有跟政府申请了企业资料。 保护法，我们有权不提供，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你要看买了什么？我买了什么嘛？我买了什么嘛？怎么买了3000块来一双袜子？先生，你再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我们都为台湾人服务，我们在帮助台湾人。您这样一直跟我要资料。 这样以后谁要帮助台湾人？你会不会骂干你娘？我在问你，你在回我；我在问你，你又在回我，什么鸡巴？懒觉比鸡腿，鲍鱼是不是比海鲜？是不是？啊？你会去买东西会不会？你去 7-Eleven 买个东西。 你付完钱之后，他不给你发票，不给你明细，不给你对的。一罐牛奶1万块，你买吗？你买吗？哎，你这牛奶，你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帮助台湾，让你喝到牛奶，你应该感恩戴德，要下跪啊！你怎么可以质疑我呢？他们现在就来这一套，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一套。不好意思，哦。 为什么这间公司能拿？因为它很厉害，厉害在哪里？厉害在，就是它会进鸡蛋嘛，很会进嘛。我也看了洪申翰啊，听金玉其话，如听一席话。我也听了农业部的长官讲，他就是有能力嘛。他什么能力？什么能力？哦，他有进口蛋的资历。台湾进过蛋的人这么多，10几亿的公司这么多。 他妈的！你叫郭董他去帮你问鸡蛋，我看郭董也问得到啊。郭台铭他妈跳出来又干你娘的买鸡蛋了，不然我帮你买好了。那么多大企业，连疫苗都买得到，讲难听一点啦、啊，连军火都买得到。如果你有钱，你也可以跟美国军火商买啊，有什么买不到？买个鸡蛋而已，干你娘的嘞！好像很难这样。我是买鸡蛋，不是买核弹嘞、欸。什么能力？干你娘嘞！ 各位，他们这个家族啊，真的是很有能力，很有能力。1000块的资本，什么能力？鸡蛋呢、欸？他们有报关进口的能力。干你俩谁没有报关进口的能力？你不会报，我找报关行报。他们有国外林北找个前客，找10个，找看高傲的，找100个，有利可图哎、欸！我都他妈去日本，去他妈泰国，去巴西，去澳洲。 哎、欸，我要买鸡蛋，看你鸟！我台湾来的潘娜，有钱赚，有谁要卖我？一大堆人要卖你啊！我是盘子，我盘子来的，你是哈？这时候就要拿出我们这一张了，来，这一张证看到没有？这张卡看到没有？去澳洲，哼，富贵要人帮，办卡办这一张，民进党党证，你买不到鸡蛋，你不要说鸡蛋啦、啊。你有钱，核弹我都帮你买回来。看你他妈的在新闻前面这边瞎鸡巴乱扯，它是一间很有能力的公司。我塞你娘！ 很有能力的公司出1000块，他提来一个行李，然后说怎么有能力？就是他很有能力啊，怎么有能力啊？他很有能力啊，怎么有能力啊？他很有能力。我塞你娘！你现在让民进党啊，你看我看一下你的报价表跟契约，你们怎么做的？不给看，不给看，他很有能力啊，不给看。哎，谢谢这董呢。 你说你19公分不含头，我说我塞你娘嘞！你把裤子脱下来，我不给脱啊。那你19公分不含头，你怎么证明？这时候我找10个女孩子出来，她的鸡鸡真的很有能力，是这样子吗？用讲的都会塞啊，哎，不会听，哎，正得。我的老二还可以万劫嘞，你信不信？ 还可以他妈的分身术嘞，你信不信？还可以伸缩自如的橡胶枪，你信不信？我的老二还可以开4档，操你妈的嘞！我的老二还会变成老二力，还会他妈毛会变成蓝色的着火，还有没有？我只要不给你看，我怎么讲都可以。我只要不给你看。 我说我的老二他妈的嘞！只要让我老二这样，全世界他妈的灭亡一半。我老二装5颗宝石啦，露珠盖你娘露5颗啦！有没有看过漫威？你只要让我老二勃起，全世界人死一半。啊，你给我看一下老二，我想看一下5颗露珠5颗宝石的老二，我想看一下，不给看。 不给看你在抓小，哎呦，你这样质疑我，那以后谁要帮台湾啊？帮台湾，帮台湾干嘛？贪污？啊你我不给看，你这样子骂我，以后谁要帮台湾？哇，讲的自己好像神一样哎。你只要不质疑我。 你这样子情绪勒索，马上跟着上。我给你3年前弄一个国家队，3年后还在傻逼大补贴。你国家队对什么队？3年了啦，生小孩吼也3岁了啦，3年了啦。如果一栋房子赶一点，也可以建一片房子了啦，3年了啦。他妈的可以做多少事情？ 3年前就鸡蛋国家队了啦，3年后三小，老是看脱国外，就像我们的疫苗，人民啊，请用你剩下来的智慧，这个东西哦，我相信不用智慧，我相信你聊天室各位的资质哦。 用左边的第一颗睾丸下去思考，就知道这个有鬼。我相信只要是个人，不要用脑袋思考，用你的他妈的大拇指思考，用你的腋下的腋毛思考，这完全不用思考，你也知道这群人在干什么。如果你相信这群人讲的话，要么你是个网军，要么你就是个弱智。1000块资本额。 出资1000块，拿60亿的生意，所有人都出来帮你护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把事情理清楚。你个好药书提来，咱台卖了怎，两边卖了怎，我做公亲嘛，物件提出来，大家来对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你讲就像我们处理民间事情一样，下回书啦。 不是兄弟的，我们讲平民一点。你说你借给这个人100万，你说没有借这100万，你借的只有50万。欧北共这个人都去外面到处放话，欧北共他也去外面放话，欧北共说他两个人就在那边吵起来，在朋友圈嘛。来，两个坐下来，当初有汇款给伊无？有，来，汇款单摕来。来，你当初有像借条啊无？借条啊摕来拍开，你钱啊哪给伊的？偌侪钱给伊的？一目了然嘛，这没有什么的掰，就是不用你把东西拿出来，你就被人家摧毁啊嘛，台被人家口一喇叭吹嘛，就把东西拿出来对。那问题是什么？我跟广大的台湾人民一样。我们都想看到这一张契约书，我们甚至想要查这些金流走向，就像我们现在一直不断的去跟政府、跟台电要到底有多少的买电的公司，到底有多少的光能绿电的公司，请政府公布你现在跟哪几间做，后面的股东是谁，我们去查。你先公布契约嘛，花了多少钱买，请公布。一模一样，台电说他们一样保护个资法，所以我们不公布这个资料。我就问，我们最重要的物证没有，政府他有，他永远不公布，永远就派这一种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他是什么？他谁？他就是3Q 那区被罢免掉了，他又上了这一个人。上了之后，我就问台中中二区的选民，在大甲哦，在严宽衡那一区的，他这几年做了什么？他的文章永远都在护航民进党，除了护航民进党之外，他这个人做了什么？你有看到这个人做什么吗？你看他的文哦，大家去掀哦，整天都在护航，然后在骂。在骂别人，这是陈吉仲写的一堆废话，写的一堆废话，看到没有？一堆废话，这叫废话，这也叫废话，这也叫废话，哦，这也叫废话。来，这句话最恶心了。农业部没有图利，全民得利。你们得利了吗？你们得利了吗？他拿你们的钱去买，他说全民得利，这句话我熊没送。你们得利了吗？我就问了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3天都在跟他要契约。他所谓的反驳5大不实指控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这5点，我就问各位，你哪里看到了契约书的内容？你哪里看到了合约书？你哪里看到我们要看的东西？什么都看不到，都是话，用话语来包装话。你有看到契约书吗？还有看到说他们招标的内容吗？没有。好，我再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也请。来哦，来，这一点很重要哦。我们也请农业部提供一下你们招标的资格跟内容，当初到底是怎么叫层层把关？你们所谓的层层是什么？是有什么资格嘛？可以去标鸡蛋嘛？他也到现在拿不出来。照理说会有 SOP 嘛？就像各位去应征，我跟你讲，这么大的政府部门，比一个你去外面公司应征的一个人资部还不如。比各位啊！每一天上网看什么104、111，你打进去，人家公司会写清楚，他的职位是什么？你需要的是什么？你的年资要做到哪里？哦，你要有什么专业？人家甚至要求学历到哪里，写得一清二楚，这叫资格嘛。我有这个资格，我再去这间公司应聘嘛。来，我们现在要这份资格。他们讲什么？前一天讲，哇，后一天讲，完全话都不一样。前一天讲这间公司母公司，哦没有，后一天马上变了，哦不是，哦后一天哦不是这样的，是怎样的？你看出来哦，完全没有一个标准。然后就说哦，他们家族很厉害啦，很厉害。原来政府比企业都不如，要选一个厂商。我们这一个员工，我们要有条件设定，他们就是哦，他们很厉害啦，就这样，很厉害。那、啊、厉害在哪里？的确很厉害，我也觉得很厉害，大家都觉得很厉害。拿1000块的钱做6亿的生意，谁比你厉害？人家一本万利，你这个是一本亿利，大人家的1000万倍。人家一本万利，你是一本亿利，1亿啦，6亿啊，1000块我6亿啦，1000块我6亿，1000块换6亿耶，1000块耶，6亿耶，6个亿耶。这什么？这到底是他妈的什么多少倍啊？我们就算他有成本好不好？他赚多少？那些钱最后的流向在哪里？还有，我们也问啊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新闻。我们农业部说，千万不要怀疑他们调度资金的能力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？有打有，赶快！他们在新闻上说，不要怀疑，不要以资本额去怀疑人家调动资金的能力。各位去外面做做看，你去外面哦，哪怕是一个中型公司，你要去跟业主拿标案哦，你要去跟业主，好了，我就讲我们公司啦，你要跟我做生意，我要去你公司看的呢，我就讲我们的肌酸，我们那个肌酸啊，大家现在在喝那个肌酸，我做的啊，人家是看我们台湾公司有多大啊。还有我们钱付的有多快，才愿意跟我们做欸，原来是全球公司，你们喝那个肌酸，人家是全球公司，不是一间50万资本额1000块可以搞定的事情欸，连我买个肌酸原料，买几百万而已啦，几百万的肌酸原料回来，都要层层审核了，人家外国公司，钱要来，钱要到位。哦，然后还要审我的网站，还要看我们的那间生技公司人家的厂规，人家才愿意把原物料把这个 mark 交给你，你可以把他们公司的名称放出来。审几间公司，我们代工的那间生技公司要审，我的公司要给他审，我们的网站要给他审，我们的资金能力也要给他审，人家才愿意跟我们合作。光是民间公司哦，这个人1000块。拿6亿生意，你跟我讲他很有能力，我们说好，那请你提供你们怎么招标的程序，你们招标的资格，你们招标的内容，你们的契约合作买卖合约书，还有金流的走向，怎么付款的，钱在哪里？3天了，这个是部长。我们所有人都跟他要这些东西，这个人是部长，这5条废话里面有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？没有，那没有，那他妈就是废话嘛，没有，那就是你心里面有鬼嘛。我知道，到时候一定会来上这3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如果有任何不法的证据的话，干你娘鸡巴，证据你就不公布啊，塞你娘的。第二句话，欢迎提告，提告啊！第三句话，你们的怀疑都是政治操控，最好用了啊！不是，我们人民要看你把钱花去哪里，不是，不是啊，没有政治操控，没有政治语言。 查账啊，大哥！查账，查账啊，大哥！查账啊！这三句话最好用。再来啊，电视台、名嘴，250、350、450，做好。侧翼，所有的蓝勾勾、PTT、D 卡，发动攻势，洗着洗着。 就像你嘛，你买一个东西，你出问题了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各位告诉我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对发票嘛，还有单子寄来了，你买了30样东西，把单打开，一个一个对嘛。比如讲说，哈哈，聊天室的各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波多野结衣假屁股已做啊，已做了嘛？我翻开订单，哎呦，是不是？ 是不是？哎呀喂呀！蓝牙高级36段冷热可调飞机杯椅座哦，又椅座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对东西嘛，你可以对到东西嘛，是不是？可食用润滑液乙瓶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可食用，小朋友不要问，可食用润滑液3瓶5瓶嘛，拿着单去对嘛。 是不是？那没有单在对，你怎么知道你买了什么东西？东西到了没？我相信所有人，我怀疑你，你怀疑我，来啊，拿单出来对嘛。馆长，我买了3样东西，怎么只来了2样东西？打电话来客服，我们开订单、开发票、开会馆记录，这些东西是什么？ 你们人民回答我，这些东西叫做证据嘛？会用话包装吗？一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最近飞机杯非常不好做，国际严峻，乌俄战争，这个飞机杯啊，现在真的不好做。国际做飞机杯的原料啊，往上涨。不是你跟我讲那么多，我要资料，我要汇款资料，我要发票，我要订单。 就是合作契约嘛，就是合作契约有很多模式，发票也是其中的一种。我们要这些东西嘛，没有这些东西换来的是这样子，整排的废话。这跟啊即视感，什么即视感？高端疫苗，还有什么？快筛试剂，还有什么？ 口罩，还有什么光电绿能一模一样板路，我们看不到数字，我们看不到为什么，我们只看到了所有人在带风向、洗新闻，讲一堆废话中的废话。